请问俗语伫咧讲，山鸡上水啊，是形容什么款的状况 ？A. 妖狗笑像地瓜骨 ；B. 翁仔某分开两地 ；C. 唔知影珍惜伊的才能。是，你有四十秒的时间。这是什么秘密？这句话没听过呢。山鸡上水啊！比如老师有听过无？两个人还无同款呢。有另外一种方式，敢那不是安尼形容的？哦。山鸡得多的，要笑笑就是刮骨，阿婆分开两地，唔知珍惜才能。即马头家开始深深的思想，你唔捌听过？讨论。哦，来来来，你感觉哪？头家哦，伊就一直在思考啦。你咧想到底是到底啥？我感觉是翁仔某，翁仔某分开，一个在水的，一个在山鸡。山顶哦，山鸡上水啊。不过两个唔是共种的啊，鸳鸯水啊，唔只是迄落的思想。无共种咪是当鸡吗？哎，啊是唔知影珍惜才能。唔知丁秀在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在零，礼拜哦，可能。啊，无丁秀感觉在零，心神讲水啊，当伫水内底想嘛，嘿，嘿啊，心神啊，心神呐，是心神哦，神奇牛，你敢拍倒一个？你真棒，你真棒。我今日无聊啦，没，我袂无聊，我咧等，我咧等哈。来，你敢拍倒一个？来，你做咩？啊，是你要投票过的嘛？投票一定会使过。他今年无要接落啊！开玩笑，投哦哟！头家阁有答嘛？头家答案是阿凯讲的咧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唔知影珍惜才能对唔对？是啦，上珍惜才能的阿凯得到8000啦！去年啦，去年啦，好，好来，老师解释。对啦，伊拄只讲的差不多啦，就是讲山鸡伊袂晓收啦吼，啊伊就感觉讲水鸭会晓收，伊就新鲜的。但是伊甲鸡毛伊的才能啊，就是讲咱才讲鸡会去清涂骹吼，去找物件来吃嘛吼，啊鸭是袂晓清的，伊伫水底讨食啦。是，所以两个才能是不共款的，啊咱爱去珍惜家己的才能，莫去新鲜别人。哦，安尼都有道理啊吼。